的时候心思让妈妈那个来看我一眼，因为我不希望我生命中留下这些遗憾，希望她再看我一眼。病床上的这个女孩叫杨璐，今年19岁。2年前，杨璐被查出患有红斑狼疮，杨璐四处求医，但病情没有任何的好转。在2012年12月，杨璐病情恶化了，生命弥留之际，她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能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。这个要求在咱们常人眼里不算高，可对杨璐来说，都快成遗愿了。2012年12月份。在四川省绵竹市西南镇的醒狮村，在一户姓汪的村民家里，记者第一次见到了19岁女孩杨璐。杨璐告诉记者，她虽然肚子大如孕妇，但却并没有怀孕。医生说她患的是红斑狼疮。控制病情是问题的，把它彻底治愈是要需要这个一定的时间。医生说，红斑狼疮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。杨璐说，由于病情恶化，20多天前她的肚子开始出现腹水并慢慢肿大，腹水引起的腹胀导致杨璐进食困难。在杨璐病情危重之时，她的家人却并不在她的身边，照顾她的是男友的母亲汪妈妈。年纪都已经都瘦成啥子样子了，跟原来的照片比起来瘦多了。你这样子，我晚上睡又睡不好，想到你这个病这样子，你饭也吃不下去。汪妈妈照顾杨璐，并不单单是因为同情杨璐身患绝症，更重要的是同情这个女孩的悲惨身世。那么，杨璐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呢？因为我爸爸去世了，我妈妈改嫁了，不要我，就把我留，就丢给了我奶奶，所以我奶奶养我长大。杨璐说，她老家在巴中，2岁时父亲去世。原来她的亲生母亲早年改嫁后重新组建了家庭，目前在广东汕头打工。而长这么大，杨璐只记得在13岁那年在广东见过亲生母亲一面，结果令她心寒。13岁那年，我奶奶带着我去我广东打工幺宝那儿，幺宝看我想妈妈想得可怜，就带我去见我妈。可是见到我妈对我是不冷不热，根本就对我不理不睬。但是我心里还是，我虽然说心里很难过，但是我把我心里的压抑还是憋出来。压抑着，再难过的心情我都压抑着心中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妈妈也没跟我联系，我也没有联系到他。杨璐说，从小到大她跟着奶奶长大，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父爱母爱，直到2年前结识了男友汪洪斌。汪洪斌24岁，是汪家的老二，也是杨璐的男友。2010年初，汪洪斌和杨璐在成都打工时相识并相恋，后来杨璐来到了汪家，她不止一次地渴望有一天能成为最美的新娘，好好地在这个家生活下去。从小就没得到过父爱母爱，现在来到这个家里，我得到了父爱和母爱，有个温暖的家庭，我也觉得很幸福，很知足那种感觉。我现在终于有一个幸福的家了。在我们心目当中，我只把它当成我是我的女子那样待，亲生女子那么看待。可是不幸降临了，2012年初，女孩不幸身患绝症红斑狼疮。在杨璐患病之后，男友汪洪斌没有离开她，为了给杨璐治病，平时靠种菜卖菜为生的汪家父母花光了积蓄变卖粮食，还欠下了50000元的债务。50000多，我屋头啥子都没得，没得值钱的，也猪也卖了。汪家人对杨璐的这份付出，村民都看在了眼里。这一家人可以啊，
这一家人说老实话，给你付出这女子太多了，说老实话。看到他妈也不管，那头子人老黑死得早。你听到这女子都是啥子？都是啥子？都有是个孤儿。人家这头人家又没得女子，人家硬说人家当女子的带，人家确实也带的。他们所以摆件事是都想到都可怜，晓得不？为了挣钱给杨璐治病，男友汪洪斌和哥哥嫂嫂一起在成都华阳打工。对于男友的这份付出，杨璐感到满心的亏欠。为了我日夜三分钱我不行了，只是觉得不行不行，太冷，多穿点吧。我不冷。你看你也瘦的，为了我你也吃也没吃过啥子，瘦也肥。谁也没变了你。对不起，让你为我操心了。十九岁女孩身患绝症，生命最后关头，她有着怎样的心愿？为满足女孩心愿，男友家人千里迢迢寻找女孩的生母，可是女孩的亲生母亲为何如此冷漠？亲情冷漠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？女孩的心愿最终能否如愿？敬请收看《道德观察》节目《绝症女孩的最后》。一声对不起，说出了杨璐内心的愧疚和不安。杨璐生病有两年了，她的男朋友不离不弃，男朋友的家人呢倾囊相助，甚至是负债累累，没有人强求他们这么做。他们和杨璐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他们只是觉得有这份感情，有这份道义，他们义无反顾地要承担起照顾杨璐的责任。杨璐想见自己的亲生母亲，那现在他的亲生母亲在哪儿呢？2012年12月份，为了圆杨璐的愿望，汪家父子决定去广东寻找杨璐的母亲。杨璐特意请记者帮忙给她录一段话，带给自己的母亲。妈妈，你过得好好吗？我现在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我希望你来看我一眼。我没得其他要求，我只希望你再来看我一眼。我不希望我留下遗憾，希望你看我一眼就行。看到视频，我相信你也会哭的，我相信你肯定会来看我的。妈妈，我现在有个家庭了，我希望你还是来看我也好不好？我已经把这个话给他看，把我的照片拿给他看，让他想跟他说我已经长大了，让他不要太想，还能希望他能够看我一眼。你忍不住哭，不要担心，我等你，等我回来。大哥，不要伤心啊！啊！爸爸，你们在路上慢点哦，我等你们回来。2012年12月5号。经过两天一夜的车程，汪洪斌父子终于赶到了广东汕头。汪家父子找到了同样在广东打工的杨璐的婶子和奶奶。看到从小一手带大的孙女如今身患重病，杨璐的奶奶哭了。面对杨璐的愿望，杨璐的亲生母亲会是什么态度呢？杨璐的奶奶显得很是担心。他不起的嘛，你再说是他不起，那晚上睡得好，睡到两点钟他都不起，又没法。杨璐的亲生母亲在哪里呢？杨璐的婶子带着汪家父子找到了杨璐母亲居住的地方。这个女人就是绝症女孩杨璐的亲生母亲萧红。
此时他微笑着招呼大家进屋，可当得知记者和汪家父子一行的来意后，却又瞬间变了脸。哎，你是杨璐的妈妈？是的。哎，杨璐很想你，哎，你回去看他一下。他很想我。他在哪儿啊？在我家。在你家？妈妈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现在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我希望你来看我一眼。我没得其他要求，我只希望你再来看我一眼。我不希望我留下。面对录像中杨璐的声声呼唤，杨璐的亲生母亲不为所动，脸色很是难看。最后，她终止了录像的播放。哎，姐姐，不用放了。我舍不得姐姐。不用放了，我先给我嫂嫂，你们都坐下，坐着。我也是杨璐的母亲，是事实哈。你既然呢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哎，既然他有爸爸妈妈，管他那个，他是这个处境嘛。说我这个，我跟你说，那么我这些改嫁的，我的意思那些就是说，没去接娃儿张姐。杨璐母亲的态度很明显，她不愿意去看望身患绝症的杨璐，而且在她看来，自己已经改嫁。身患绝症的女儿和自己没有关系，她将一切推给了女儿的男友汪洪斌一家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着我俩争讲，但是你跟那个耍朋友，你有那个本事，有那个担负就吃了小油。你平时有你的妈，对不对？你听我说，我没有嘛。你听我说。我不跟你说，我跟我的跟我，你莫一天就说话，我就问你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问你，我通知你一下，你问我。你看，你去看他一眼是你的事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我没喊你出一分钱。你问他，有钱没钱是你问他家的事。我喊他，他不上当，我还跟不上。他想见你们。啊，见我。我不是的来，我不想见。拿个三五几万去跟杨璐，不是的这个意思。汪家父子一再向杨璐的亲生母亲表明，不需要他负担任何经济，只是央求他和杨璐的继父，只要能去看孩子一眼就行。喊你们，他想见，我现在不想见，是啷个了？啊，现在是挽救杨璐的生命，不是的，你们想象当中那个。那你要管我的屁事？那个挽救生命啊，那你喊我们亲戚解决问题吗？不想见女儿，生病关我什么事？这就是一个亲生母亲的冷漠态度。女友亲生母亲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，令汪洪斌气愤不已。我认得你是哪个？既然养不起，你把他生下来做啥子呢？我养不起，你放狗屁！你养不养过哪里？我养了哪里？你养过养过哪里？你放狗屁！你养过养过哪里？啊，我养了，啊！我今天出来是跟你好好生生说话，啊，没跟你两个吵架。你是畜生养，啊！不晓得哪个是畜生，好，不晓得。啊，你没那本事啊！啊，你爹爹好好的跟着你爹爹有啥事了？你来找我，你今天给我畜生！这个世界上不空我人，滚你的！出去，别来滚出去！我不跟你说。没得你这个东西畜生！你先冷静下。像你这样的，你有本事？面对从四川家乡千里迢迢赶来的汪家父子，杨璐的亲生母亲没有一丝感激。最终，汪家父子连杨璐的照片都没来得及拿出来，就被杨璐的亲生母亲无情地赶出了家门。没想到他态度是那样。那你现在自己心里怎么想？就没能帮杨璐完成他那个愿望。我很难受。他刚才也说的，他说杨璐死和对他无关了。因为没有完成杨璐的心愿，汪家父子感到异常失望。就在这时，汪家父亲接到了杨璐发来的短信。杨璐在短信中说，自己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。这个短信让汪家父子万分担忧，时间紧迫，他们决定立即返回四川。杨璐快死了，她的男朋友，她男朋友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这是个天大的事儿，不能让她死。退一万步说，不能让她就这么死了，得让杨璐的亲妈来看她一眼。亲妈找到了，她对这一切的回应是：“关我屁事。”汪家人一再声明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，我们只是想救杨璐的命。杨璐的亲妈说：“滚出去。”
这是杨璐的亲妈吗？不管是不是杨璐的，这个女人，她当过妈吗？她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此铁石心肠，甚至蛮横无理到了混账的地步？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让一个女人，她身上的母性变异成毒性？明天，我们继续带您观察。我是卢一鸣，明天见。19岁女孩身患绝症，无依无靠的绝症女孩，谁会来挽救她的生命？她的生命又能否被拯救？在生命弥留之际，绝症女孩的心愿能否实现？她的亲生母亲最终能否出现？敬请收看《道德观察》节目，《绝症女孩的最后心愿》。